黑粉的恐吓线。变态！我是公司派来的保镖，从现在起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一秒。睡不着，就是睡不着。我受够了，你就非要站着看我睡觉吗？信不信我解雇？你是因为那封恐吓信才睡不着，对吗？关你什么事儿？因为你在质疑我的工作能力。如果害怕的话，我可以离你近一点。近一点？好了，睡吧。陈夏天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些我都不喜欢，我就要他手里那条。陈夏天一个信任小花，惹不起前辈吧？裙子已经付过钱了。你付的？我一个小保镖哪来的钱？也许是你的追求者吧。陈夏天摸过的衣服我都买了。小谢总，保镖先生，能帮忙拉一下拉链吗？很好看。夏天，夏天，看这里。陈夏天，你没事吧？刚才真的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你没事就好。我是你的保镖，我的职责就是守护你。变态已经抓到了，你可以回去了吧？我得把你送到家门口，还是等你睡着了再走吧。想留下就直说嘛。陈夏天，滚出娱乐圈！小心！原来你才是写恐吓信的变态。你流血了，要不我还是带你去医院吧。不行，不能被我妈知道。你妈？谢总，公司也太重视我了，您竟然亲自来。我儿子呢？谢之兰，搞什么英雄救美？谢之兰，我们公司的二公子。妈，这是我和他的事，您别插手。我是嫌你攻略进度太慢，你这速度什么时候才能把儿媳妇带回家？抱歉，之前一直没说实话，你不会解雇我吧？你还想继续做我的保镖？不喜欢保镖的话，我可以申请另一份工作吗？什么工作？做你的全职替身男友。